我刚刚说了，任务失败的人会受到什么惩罚来着？裸跑20圈。那看来要裸跑的人还不少呢。除了他们，没有找到对应自己学号号码牌的人，站过去。 你换了谢良辰，你的号码牌呢？能给我简单，是你的吗？向晨，来一块跑啊！来呀！ 嗯，你怎么感谢我啊？我谢你什么？你别以为我不知道是你拿走了我的号码牌。卑鄙！徐山，聊什么呢？没事，问他号码牌的事儿。号码牌怎么会在他那里啊？谁知道，他那么无聊，干这种事。要不是你带我出来，我也白找。 那天没有经过你同意就把你带了出来，不好意思啊。要不然我也得跑。爱是一人，爱是一人。